涂红了会更显高哎，我一直以为涂红了会显塌，没想到涂红了感觉显得好高，化妆技术越来越好了呢。大气，南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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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们觉得妆还化的不好呢？今天在干嘛？我在梦游，主要是头发太乱了。头发一乱，我妆就化不好，太油了，但又不想洗，懒，懒得不行，我是个懒狗，好臭！我们家狗拉屎了，我没有空去把它弄掉，急忙就开了，想吹凉风还行，别，一首《喃喃》送给凉风还行，可以，可以，我今天衣服好看吗？嘿，新的，第一次穿。等我拉一下，我看能不能把那个拉低一点。拉前面不拉后面。我觉得我肩很宽呢，怎么回事？好胖啊！我现在真的胖，胖死了，胖胖死了。封面爆炸！什么封面啊？哎呀，我那个……哎呀，怎么这么多？怪不得我说那个今天背……哎，原来侧面才有胸啊！怪不得我觉得今天背光灯怎么这么亮？原来没有把那个降噪搞掉，还是亮的好看。我要再把它调亮。再亮。被封面骗了，封面是死黑丝吗？哦，可以，那很可以，那是昨晚的，可以。黑丝永远的神。冰雪斜线，你还你这么说有点那味儿，我这个眼睛今天好肿哦。没事，肿了还是我。No, no, no. 今天橘子又没有来吗？橘子最近为什么天天旷工呢？他怎么回事啊？他是不是看直播看得不开心了？我靠，我得去关心一下他。不行，不关心他了，自己作。那是昨天，建 议下房管。好的，你那里听？我是不是太真实了？头发好油啊，太油了，今天也油的不行，油呼啦茶。主要是懒，不想洗头。感觉可以再撑一天，主要是我今天想试一下那个，我买了一套那个珍稀的 cos，那个禅院珍稀，就想试一下他那个假发。然后我在想，如果我洗了头，我还怎么试假发呢？我就没洗，不是也不是洗了头就没法试假发，是洗了头，我就再戴假发很浪费，就白洗了。晚上好呀。
须试试再洗，什么试试啊？露你妈了个逼！哎，我最近怎么老骂人啊？真是烦死了！哎，我真的不骂人了，不骂人了，忍着点，忍着点。骂你你喜欢，飞机马飞机骑马啊，飞机骑马，飞机骑马，一个飞机挨骂，兄弟们，对，兄弟们，一个飞机挨骂了。哎呦，怎么一下就十一点多了？时间也太快了。嗯，还想跟大家聊会天呢。哎，好臭好臭，房间一股臭味。开诊开诊开诊，嗯，这边不要。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。谢谢一口盐汽水，我喝了它，这不会是挨骂飞机吧？不是，这不会是挨骂飞机吗？这是挨骂飞机吗？我刚刚什么都没说，这是挨骂飞机吗？姐骂你，一群抖 M。嗯，这个不会是要挨骂的？是的，你要说。一口盐汽水，我操你妈！哎呀，不行，我后面被封了！我天哪！我救命！我骂的是不是不够狠？Nice， 舒服了吧？舒服了。整个新板块挨骂夜还行，我骂的还挺果断的，今天不墨迹，再来一口盐汽水，你个变态啊，大变态，竟然想被我骂，变态东西，是不是抖 M 了？一口盐汽水，我说是不是想被我骂，臭傻逼，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词了，词穷，你知道吗？骂人我就写字了，王牌的青青树叶完了。我觉得并不，表面上是你们很 M 这个行为，其实实际上是我在被调教，我已经感觉到了，我差点上了你们的套，就是让我去做跟平时反差很大的事情，然后你们就觉得很爽，就觉得看起来不太会做，然后强迫我做反差很大的事情，我看透你们了，我天哪！深江有脚气这个人是谁？是的，我看到没有？我还是的，真的，苗老师还是懂啊！我真的，我还是没有那么傻的，没有傻到那种程度。表面上是大家装作自己是抖 M， 其实是在调教我骂人的那个，张嘴就老调教。哦，这个是那个清风啊。真的肯定是，哦天哪，我看透你们，原来你们是这个心态。感情呀，一套一套的还行。在夜深，
好胖啊，我才不享受呢，我享受个屁，我要主动骂我很享受，但是你们反向调教我就不享受。别把我跟你们混为一谈，你们这群。无耻之人。咋说的，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，是吗？那就是啊，那如果飞机砸脸上了，那你有办法吗？没办法啦。损友的任务罢了。好了，我们哄睡吧。对，诚实诚实。好了好了，开始了。沿着路等一个人走回家。封面是什么情况？封面是怎么还没变啊？不知道，关我啥事？我真的，我不化妆的时候我巨白，我一化妆脸就五颜六色。别人化妆都把自己化白，我这化妆把自己化黑，服了我自己。脸上腮红打的太多，阴影也打得多。好了，开始哄睡了。谢谢苏川的看。Thank you.
么生气了，因为什么事情？你是不是不开心了？谁欺负你了？
先做炒货，艾子洛，还是要过新的吗？波波啊，波波露露的飞机，好久不见，艾洛露露。波波真正的超级火箭。
是我养的呀，好爽哦。
前把卫生纸拿好呀，家里没纸。算了，等我出去再洗手吧。不知道，好冒险，害怕。我抱枕着墙的一笔也不是很多，只有九分。哎，我天哪！开始。
吃的就很开心。我发现我这个人是这样的，如果心情特别差了几天之后就会莫名其妙很开心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。就像我有的时候很难过，我哭一顿，哭一顿之后我就很容易笑。我现在点个半分我都很开心。
你不能在这里绑架我，你知道吗？用这个东西，你得先看看，看看观众。这个就是在为难我，然后没法回答。Oh.
是随便给的，有些什么飞机什么是假的，他可能有几千个粉丝好友，我很少，我好友里面谁有也就那么多，几十个吧，都没有几十个，好多都是好久以前，我都播了5年，对吧？好多都是几年前的，最近看的，之后还在看的，也就那么几个。去做阴阳怪气，我是不是？